你下次不会生气了吧？宝宝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对你，就是对我表达的心意这么看得这么轻。亲爱的，爱上你，聚会不无聊，开心打冒泡。优酷酷的聚会的网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邓超元，也是苏志念。我是张希野，也是宋青春。情景一，苏志念和宋青春一见钟情。月亮眨眨眼睛，我把你放在手心，那几个字说出去又怕一见钟情，会想到什么歌词呢？确认过眼神，看过眼神，对对。啊，赤壁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，好像是吧。对，最赤壁。情景二，苏志念和宋青春恋爱了。告白气球。亲爱的，爱上你是从那天起，见你的很轻易。亲爱的，爱上你是恋爱里的眼睛才是不能比。情景三，苏志念和宋青春发生争执。我不要。哎，你这审美太直男了，我不要了。直男是吧？是。不要是吧？不要。不是。我给别人。哎，问我别人。给谁呀？就那么了不起，你还要给别人？还有一次机会。我先看看。好像还可以，但是我不要。真的不要？真的不要。我让严医生送给他的小妹妹了。只要是你送，严医生送的不错，我不在。我要喝水。要水没有，我送你的东西都不要，你还想让我给你拿水喝，不可能。我疯狂生气，我不理你，哼。我是警察。我是警察爸爸。好了，不要生气了，不要生气了。好了。你不喜欢，主要是我不知道，所以我自己就擅自做决定，然后去买了这个东西。下次我带你一块去，好不好？嗯，好。行吧。可以，原谅你的直男审美。我爱他。到什么歌词？情景四，苏志念和宋青春和好如初。你下次不会生气了吧？宝宝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对你，就是对我表达的心意这么看得这么轻，所以我一定会好好珍重他的。我错了，你别生我的气好吗？行吧，看来你认错态度这么诚恳的份上，给我倒杯水来喝吧。你不怕再吵一架吗？我不怕。你错了没？我没错啊。你错了，你的审美错了。我给你买东西了，我错了。又要来一架，你又跟我吵架。你看吧，刚刚还说不生气了，又生气了。又生气了，好好哄。但是还是要哄，就算哄不好，哄不好也得哄。对，嗯。和好如初，用什么歌词来形容呢？和好了就是，今天是个好日子。真的会这么顺利吗？当然不是，还有意想不到的B面。一见钟情一首歌，射雕英雄传。您鬼更了。这是苏志念吧？是吧？他说一秒钟哄好，你觉得可能吗？一秒钟哄好。对啊。那我就会。这个不行吧？为什么不行、啊？可以的呀。可以的呀。如果女孩这样对我的话，我的反应可能是，你疯了吧？